剩下的之后再把它学一学。OK， 这样可以了。你忘记了，还问我雷帝是谁？雷帝就是那个啊，短头发那个啊，三代的那个女生嘛。可以跟吉飞的连击。对啊，可是你的手速要快，你手速太慢就不行。哎、欸。摩托车的话，就有点类似像缓冲作用啊，他就怕你接机接太快，你的手会抽筋，有没有？所以说呢，他就弄了一把重型武器，让你动作慢了点，较好接机这样子。啊，这怎样？靠腰翘一下就爆了，在那边。哪里啊？啊，死掉了，好吧，又一个了。看这个东西，老是把我关起来，我天哪！要去哪里啊？要开去哪里啊？哎、欸，回来，淡定。妈的，玩到嗨掉，直接骑摩托车离开啊！飞翔安安下班了，哎，创造毁灭安安 ，Hello， 哎、欸，难得需要使用这种东西了，我以为这个已经没了嘞。检查，这要干嘛？解谜，哎、欸，话说这一代解谜成分真的还蛮低的哎、欸。Sorry, you wouldn't like mine.解谜成分有点少哦，现在才开始有解谜哦。
最多解谜成分好像是一代嘛，对不对？还是二代？然后被炮轰得很惨。先走这里看一下好了。二代没有吗？我已经很久没玩二代了。摩托车可以用来赶路。这边到处都是要跳，然后要翻滚的地方。摩托车能用到的地方不多吧？除非路很长，不然我觉得不太那个。不管，我就是要开上面的，任性。雕像的刀好像原本他的，应该是本来就是他的啦，本来就是他的没有错啊。那你希望有超多的解谜？那弄个20古堡要解的不要不要的，没有，其实解谜也不要太多啦。这种游戏，恶魔猎人就是要打爽快的，对不对？突然来个解谜，会失去那一种爽快的感觉，就不太好了。哎，扩大，然后加一格，送你哦。这边是出口吗？后期我全程飙酷车神，这边有心脏欸，这怎么突破啊？感觉把这个弄掉可以放血哦。不过不能做攻击，那应该是需要触发什么条件之类的吧。嗯，哇，什么东西？打王的时候不敢飙，闪电侠。哟，哇，帅哦，变色龙，魔爪之下无所遁逃，卡利斯。
我靠！好麻烦啊，这只家伙。跟他在比闪现的呢。你闪我啊，我闪你。你闪我啊，我闪你。我闪。我在闪。闪好闪满。高手过招，真的，他一大堆残影，你知道吗？超屌的欸，！Oh great, crossroads, decisions. I was hoping I could just follow the groove, but they're not making it easy for me. 哇，有心脏，这个走哪一条？他是标这一条。对啊，看样子也只能打那里啊。哎，等一下，下面那个是什么？啊，我知道那什么，那个是那个把虫放进去的那个嘛，那是鲍鱼嘛，对不对？哈哈，嘿，放进去可以，然后。走这里，行？这是什么？我转。但这种击杀画面还蛮屌的啊，用屁股把怪压死，这样也行。用屁屁把怪压死。那、接下来走哪里？哦，走这里，水哦。吃不到，今天很快是吧？是，哎，天，那怎么念啊？天雾吗？哈雅斗你好，放血时间，放醉哦。
哎、欸，啊，我还有两边要放哦。哇，那也挺麻烦的、欸。我还有两侧哎。哎、欸，并没有，这一车打完就好了。Yep, here comes the blood. 血来了。水。刚到家吃饱，马上回来看直播。安安你好。然后每个动作都要再看一次，没关系啦，这个我觉得无所谓。无所谓的是非。啊！来不及，我恨。算了，没呼啊！哎呀，什么东西呀、我的接机干，我怎么突然不能按了？我的接机被电脑 gank。如果进顾家内部会有尖刺攻击更棒，怎样？尖刺酷刑不累吗？哎呦哎、欸！哎、欸，哥哥，不是到这里啊？怎么跑这边来的？随便，有的捡就好了。电脑说关电脑，靠黑啊！老头的电脑表示我累了，先休息一下。别这样啊，哥哥，跟着我这么久，我都没有喊累了，你他妈这累三小，是不是？薄的，哎呦，这边有一个复活用的、欸，拿车来会真的很夸张，但是还是很帅，对啊，是蛮帅的、啊，有帅到。
尤其是一整群在那边的时候，你用你的那个建设的技能，横扫千军。翁子祥啊，你好，你在偷偷说我坏话。好，捡到了。尼哥的幼体。为什么他是飙那里啊？要我从那边跳下去是不是？可是我不想要跳下去啊，因为我记得好像还有别的地方没有逛，是不是？我先去捡那个，捡这个再说好了。这里逛完了，不是还有那个吗？然后想一下啊。啊，对，逛完了，那个地方就是我刚刚所想的那个地方已经打完了啦。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放了，这个。本作核心精神二到极致，看看我手里的肝，电脑没有肝，看看我的硬碟被抄到已经啊快爆了，看看我的硬碟啊，已经伤痕累累，刮的到处都是，啊，该换一个新的。No！ 这种大字就不太适合用我们的摩托车。根本就敲不动他，拉不动，他太大只了。乱靠车 ，what？ 原来这边有路。
What the fuck？ 错解。车车表示你都玩我，想说打开会不会爆啊？啊！被打针了，我觉得差不多。差不多 BOSS 战了吧？有人说我玩八小时太快，因为呢，啊，就怎么讲，就直接冲主线，没有再跑探索的啊，跑剧情的要快当然快啊，就是一些小细节或是隐藏的一些道具模式。就直接忽略啊，有剪就剪，没剪就算这样子。但八小时快嘛，一定的啊。我想看看你的低潮。OK， 全部打完了。这时候他应该会要我出去。我想走这里。啊，又是挑战任务，又要来虐自己了吗？这个要怎么对啊？啊，这里是不是？那时候那一面墙嘛，哇，那面墙垮掉了，就直接通到这边来了，瞬间懂了，原来是这样子通的、啊，那其实也没有必要走回头路啊，走这条不就好了，就开了、啊，我要下去了。神奇宝贝球，为什么这让但丁想起了往日时光？但丁小时候都住这里吗？我总觉得这地上好像是。一个符咒之类的、啊，还是我想太多了。那可以来弄一个那个，隐藏任务。我觉得应该是我想太多了。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堆，哪有这么大的符咒、啊？也是啦，我走了。为什么要隔着栅栏呢？有差吗？30000多块，减慢持续消耗血。
加长时间。感觉这个就是可以拿来干嘛之类的，300万哎、欸，太扯了。向前推。飞梯模式啊，可以挑起来。一天没睡，哇，这么拼，该睡该睡了。没关系，都学了。呵呵，我回到我的老家了。My house。My home， 是念 my house 还是 my home 啊？都可以吧。哈 ，There you are。他干嘛跟来？他想干嘛？Demonic power was activated in me once. When Virgil lovingly jammed 刺穿了我的身体的时候，恶魔之力发动过一次。I always wondered why did my father give me the rebellion. Okay, what are you muttering? Over the years, I've been stabbed and jabbed by a number of things. 被各种东西刺过。Who would have ever guessed? 再刺一次。将人性和魔分割出来。哇！哎，难道会产生另外一个但丁？变恶魔了。啊，另外一个我嘞有出现吗？所以说 V 是维基尔的人性啊，哇，我只是变得屁股更大而已啊，更像一只猩猩而已啊。啊，我另外一个人格嘞。所以难怪这时候他会跳下来，完全恶魔化了。My home， 因为 house 是房子，不是家。哦，原来如此，知道了。该为什么泥路离场有点好笑啊？为什么我的人性没有跳出来啊？新传奇魔剑。淡定，我靠！暗黑破坏神四，吸收之后产生的剑刃，这把剑代表着他名号与意志。拥有这把与基本能力，在剑圣风格中按下 B 可以召唤剑影自动攻击。可以召唤剑影，幻影剑将依你的风格提供不同的资源，包括高机动性、同时攻击、自动反击，或是更强大的防卫。会跟不同风格有影响哦。
我靠，怎么那么痛？变回来了。按住 LB 从 DT 转移能量到 DSDT， 我要多一个 SDT。充满之后就可以再变身了。蓄满之后再按住 LB。疯狂模式，但生命力不会恢复，而且无法手动解除。有了。变身呢？变身呢？按住。来。都要我转移能量了、啊，按住 R1， 按住 R1 是举枪也靠腰啊，有了吗？所以我那一把剑不见了。哦，手痛。可是这个不会回血啊！打破了。回个血。结束了。All this time, and you still don't get it. Wow. It is you who does not understand. 6月15号下午12点，开始了。哦，地表正在浮空哎、欸，哇！哇，是雷帝！擎天柱，这是我早上睡觉起来的样子。有没有？早上睡觉起来都会这样。哇 ，Quanfa 已经全部现身了。
最后阶段。最终形态要完成了是吗？他要跟这棵树融合了，合为一体。哇，不见了。最好是有那么巨大、哦，嘿嘿嘿。这样还有 A 啊！老头早上起来不是软掉的薯条吗？来，给你软掉的薯条，那个是喵叶乱讲的好吗？喵叶随便说的啦。